然我失恋，终于又来到我们很久没有办的抽奖活动了。今天我们就是来专门来宣传一下这次的抽奖到底奖品是什么，会有让大家就是填写库表单嘛，还有一些 YouTube 的那个资讯查询项嘛。那我就是从那里面去挑选的前几名的来送给大家。那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大冰冰啊？天哪，大冰冰怎么每次都有送啊？所以没有角落生物可以送，那我们就直接第三名顺延。第三名是小公仔，我就挑了一个还不错的那个的蛇姬和库克小公仔，博雅和考克。好，博雅和考克，我觉得这个小公仔应该都是男生勾的吧，所以我就送一个男生最爱的博雅和考克。对啦，第四名死鱼鳍，送一个这个死鱼鳍。刚刚的三个奖品就是我们这一次抽奖活动的奖品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抽的话，赶快到粉丝专区看看如何去获得抽奖资格。另外，还记得我昨天有在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讲，我要另外再多开一个新的额外奖项吗？就是我在一个地方，我有自己开台开组，享受这种出乎的感觉。我的台其实还是还蛮好夹的，每天都有很多娃娃被夹走，而且里面钱箱的钱还蛮少的。那我的娃娃机台在哪里呢？在龙岗那边那个龙南路上，它旁边那边有忠贞国小，所以你们只要找忠贞国小，然后到那边你就会看到我的娃娃机台就在那边的。然后我的娃娃机台上面有很明显的，我贴了一个 Lifestyle， 所以你们一去那就是我的机台。然后想要获得抽奖资格的方法就是到那边去跟我的机台拍照，就在粉丝专页留言区下面贴上你的照片，这样子我就会从有贴照片的人之中选出一个来送出可爱的奖品。那奖品到底是什么呢？奖品就是这个鼻涕虫，没错，就是鼻涕虫。哎，很大只哦，饱满度很强哦，嘴巴张这么大，跟我还蛮像的。那这就是我们另外额外新增奖品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给我一个赞，想持续看我的影片的话就按这边订阅我哦，这边是我的推荐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